夏小姐，您找盛总吗？我想把团购车的合同给他。盛总不在，他出去了。那他大概什么时候回来？具体的时间我不知道，如果夏小姐有急事的话，我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问。那也不用，这样吧，交给你，你帮我给他。好。那我先走了，谢谢。今天呢，我也是想来感谢他的，因为我们俩之前有一些矛盾，他可以不计较去帮我，很想谢谢他。但有什么办法呢？他不在，没缘分，以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见面了。我呢，就希望你们盛总能顺顺利利的，健健康康，天天开开心心。你工作这么辛苦，也祝你天天健康开心顺利，好吧？我走啦。让我们一同祝福二位新人。播放室，播放室 ，VCR 准备。所有来宾，请看大屏幕。自家婚礼沦为闹剧，凸显长盛八大管理问题。还有什么？少主接班一塌糊涂，长盛衰败信号明显。还有呢？接着念啊。后面没什么了，都是跟风起哄的。看来他们的目标是长盛。你自己看看，这都什么呀？没感觉，太丑。不是，这么一堆，哎，我就搞不懂了，你怎么能没有感觉吗？你先别吃，别吃，别吃，你就盯着他看，仔细的看，使劲的看，看着看着你就看出感觉来了。一见钟情哪有那么多呀？不都是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看着看着不就看对眼了吗？那行行行，你别看了啊，不看不看不看，咱听，哎，咱听一下啊，讲给他听。哎，我叫胡狼，这样我放给你听，你听，你觉得哪个好，你一点头，我让你胡说，赶紧记下来。哎呀，你听嘛，你这干嘛呀？你是？我就想吃家里的菜，我这好不容易回趟家，能不能让我清静一会儿？这没有人不让你吃家里的菜吗？最关键的是啊，现在相亲都不像你们这样了，啊，什么厅啊，还有这相片图，我们都是什么APP 啊，还有各种相亲平台。放心，我懂，放心。嗯，小盛，对，我听夏姐说你追她俩月了。她这么跟你说的？啊，说谎了啊！其实我追他差不多快一年了。啊！哎呀，不是，你这么好的条件，你说你看上我们家夏浅什么了？你这……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喜欢他什么。他这个人啊，脾气臭，做事一根筋啊，往往做完什么事都不计较后果，像个爆竹一样一点就炸，时常呢耍一点小聪明。沈安宁，差不多得了。大阿姨，
你说爱情不就这样吗？有的时候你说不上哪里不对，但是呢，谁无法替代。对对对，是这样的。给你看。